你是老柳的儿子，简顺便。我爸怎么死的？你爸是过劳死，没日没夜的干，连我的身体都受不了，何况是你爸那么大的岁数。爸，我做儿子的没有尽到孝道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喂，你跟他说爱拍不拍，骑个破摩托车8万块钱还嫌少呢。你不是真的想来做特技演员了吧？我就过来试试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要是别人的话我不放心，搁你身上还用面试？免试直接录取。没想过没了，名字完了，完了。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分裂，他们全都串通在一起了，而你跟两边都签了合同，他们把你的路都堵死了。他根本就不是要抢什么理想国，其实是来搅局的。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，那这个人只能是他。梅先生，陈先生还说就算是让我跪地上求他，也得把他求回来。梅先生不在家，您既然不想见他，为什么还要弹琴呢？我不想见他，可我也不想骗他。明德出事儿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要隆重请出我们明德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梅道远先生。梅先生，在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，请你跟我们说两句。为什么要突然看这个？好，说两句。今天是明德公司开业，希望陈一凡小朋友，希望刘念小朋友，你们二位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，在这里大家团结在一起，大展宏图，一起努力，实现我们最终的美好的愿望。好，说得好。师母，说两句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师母是一个典雅而又害羞的人，你替她说。好，我们美丽的师母，祝她永远年轻漂亮，身体健康。刘念，准备好了吗？香槟准备着呢。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使劲 摇。别对着我，别对着我。哎别对着我。逗你玩的，怎么可能会对着你呢？别这样，来，一二动，漂亮！哎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小道上，来，亲爱的同志们，让我们一起举杯，师母，来，那我们就祝愿明德集团在苏城未来的地产业能够一帆风顺，所向披靡。好，美丽的鲜花再开放，再开放。干杯！哎，你好。爷来，我不行，我就不喝了，我就不喝了。算了，一凡他还是孩子，别来了。梅先生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这小子3年前就跟我喝过啤酒了。是吗，臭小子？行了，快来吧，别装了。爸，我喝一口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拿着。哎，镜头摆好了啊。来，好，大家一起听我口号，一、二、三。开面大吉！现在能请出梅道远的人只有他了。梅恒，柳青阳，不行，刘念，这样不妥。柳青阳是柳青阳，他不是梅恒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。只有他能救明德。对不起，我办不到。不帮也行，那就等着明德毁灭吧。你谁呀、啊？
您是柳青阳吗？你到底谁呀？柳先生，我是天地信贷的周建宝。是这样的，您父亲啊，在我们天地信贷贷款了500万，上面有您父亲的亲笔签名和手印。他死了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你让我想想办法。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办法，要不然我天天来这儿，像你母亲在那儿住院。告诉你，你敢动我母亲一下，我跟你拼命！没必要这样吧，柳先生，您打了我还得赔付医药费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划不来呀。一个月后我再来。陈总早，陈总早，早，陈总早，早。改完都给他发过去了，他让我再改。哎，陈总早，早。早你是不是线下活啊？是啊。陈总早，陈总早，早。这样啊，陈总早，早。陈总早。过来一下，陈总有什么吩咐？帮我倒杯咖啡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楼下的同事们这一大早的都在议论什么呢？他们，刘总今天来过公司，行为举止很不正常，后来去了工地。春雨担心出事，就跟着去了，到现在也还没有回来。他们说刘总可能会想不开。你不用管我，有什么事都可以解决，你快过来说吧，真的太危险了，刘总。春雨，陈总，快，你快劝劝他，小心。刘念，李想国，干杯。刘念，你别这样，你有什么事先过来再说，我们都可以商量，行吗？你这样太危险了。一凡，你看，我们的理想国就在面前。我相信我会用我的双手，把它打造成全世界最瞩目的地方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它叫理想国吗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理想，都有梦想。当年我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心里面暗暗发誓，我说我刘念一定要在这个城市里
建立我的商业帝国，所以我努力打拼，终于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。我想当一个成功者，但是我有错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不想当一个成功者？你知道，当我把这块地皮拍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理想快实现了。可是现在，现在它就快成为泡影了。我现在每天最怕听到的就是春雨跟我说，拆迁款在涨，建筑成本也在涨，银行还拒绝贷款了。上家集团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设计我、拖我的后腿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耗干我、耗死我。我刘念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我忽然发现啊，在现实面前，理想变得一文不值。你看，这个世界每天都在瞬息万变，还有多少人会在乎你的理想？在乎你的梦想，就连伊凡你，宁愿看着我被逼死，都不肯挽救我的梦想，帮助我完成理想。现在我的梦想就在我眼前，我只能看着。但是摸不到了。理想国，再见。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，先垫着肚子，别把身体拖垮了。店里的情况呢，你也知道，就这么点盈余了。
但是我觉得应该能够您用，你先拿着。这钱我不能要。干嘛呀？就你有个性，这事情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吧。再说了，这钱你早晚得还我。拿着。我不能要你的钱。还拿着，我求你了，拿着。谢谢了，会还给您的。必须完完整整的回来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大家都看清楚了吧？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集团这三个基础楼盘全部卖掉，补足资金链，做好资金储备，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理想国项目上。各个部门要做好协调，回笼资金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。大家再坚持一段时间，等理想国项目上线，明德会摆脱现在的难关。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失去信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都回去吧，各司其职。记住，你们不单单是为了明德，同时也是为了你们自己。散会。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刘总，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你昨天的行为。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在怀疑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。你把所有人都搞得人心惶惶，手足无措。对于这种巨大的变化，作为总裁，你不觉得应该给大家解释清楚？首先，我没有认为大家人心惶惶，我也没有认为大家手足无措，好吗？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种，我只想选择最短的那条。怎么讲？明德现在病了，需要一副药引子。所以你昨天那么异常的行为，就是为了逼陈总去找柳青阳。可是就算柳青阳来了，就能解决我们明德的危机吗？我是集团的总裁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好，我会一直尊重你的决定。
慢点。医生，那个病人的手术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，手术很成功，至于后面的康复就要看他自身的状况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医生，谢谢。哎，那个您是患者什么人呢？我是他干儿子。哎，干儿子。哎，干儿子。那他亲儿子今天那个有重要的工作不能来，我替班。哦，哎，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自己妈动手术还要重要啊？哎，这是一个不靠谱的儿子。医生好眼力，好眼力，谢谢您医生啊。军哥，我想好了，这活我能干。军哥，青阳，哥是真想帮你啊，可这活就这样，得胆大心细，豁得出去。你说多简单一场戏，就让你从这个坡飞到那个坡，你可倒好，上坡就停，上坡就停，咋的？看景呢？你要是觉得我在害你，咱就别聊了，行吗？军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全剧组因为你耽误了两天，这损失有多大？谁来负责？还不得损到我头上？是啊，是我的错。只要你让我干这个活，你说什么我都干。俊哥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真想继续干，真想。不怂了？不怂了。走，干嘛去了？傻愣着干嘛？过来呀！慢着点。是那间吧？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门啊，小心门！哎，慢点，小心！哎，赵晓彤。不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？哎呀妈呀，太不小心了，大意了啊！说清楚吧，刚才进去那个人是柳青阳的妈妈吧？啊，柳青阳人呢？啊，人呢？啊什么呀，你装什么糊涂？我问你，他人呢？我没跟你装糊涂呀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不说是吧？我报警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你们女人怎么一着急就报警啊？好，我告诉你，那你不能出卖我啊。柳青阳，柳青阳去做飞车特技表演了。飞车？小点声，别让阿姨听见了。柳青阳去做飞车特技表演，嘘，他不要命了。这话我问过他呀。他是不是疯了？这话我也问过他。他人现在在哪里？哎呀，陈总，你问我有什么用？我跟你说，你别去，你去。哎，好，收下柳青。
下一场，换换变焦，对，一会儿跟他们从上面。没事吧？小心点啊，休息一下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警察来了，站这里。来，赵军。快快快，东西拿过去！哎，快点了，快点了，等什么呢？能不能拍？老爷，辛苦辛苦。哟，军哥，怎么又是他？这小伙子车技一流，就是第一次拍戏，有点紧张。我已经说过他了，啊，再给次机会，给次机会。当我什么地儿？说来来，说走走。导演，来，车手那个腿受伤了，拍不了了。你行不行？问你换。我可以。大家去准备吧。谢谢导演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来，走走走。服装。服装，来换衣服来。我们准备十几九啊。来，现场准备了啊，准备开始拍。工作呢，下车。哎，搞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拍戏呢。你闭嘴，柳青阳，你不能这么干啊！喂，咱们俩之间不是没关系了吗？我干什么的话，用不着你管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从这骑下去，你小命可就没了。喂喂喂，大老远跑回来就是为了诅咒我这一句啊！我知道你急需用钱，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。哎，你们说完了吗？我们还要拍戏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导演。陈一凡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场这么多人呢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不能让你去。放手吧。你不就需要钱吗？行，我给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刘夕阳，你……哎，这位女士。回去回去啊！坐稳，准备。哎，这位女士，赶紧走走走走走了。来，准备了。哎，各部门准备，来，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醒过来。要是醒不过来，那好歹有个人去通知你家里人来给你收尸吧。谢谢啊，堂堂副总裁还关心起我们这样人来。柳青阳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好好的去做什么特技车手啊？要是你真出什么事，你妈怎么办？我妈怎么办？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处境吗？我爸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说不定哪天讨债公司又过来找我和我妈要钱来了。我妈病倒了，在医院躺着没钱手术，那讨债公司天天在门口堵着要钱，我能怎么办？刷墙给我妈挣手术费吗？说我的轻松。我这个伤得重不重？我的腿怎么没有知觉？为什么没感觉了？我的腿呢？我腿……行了吧，柳青阳，轻微脑震荡怎么没把脑子给震坏呀？全身只是多处擦伤，没毛病。
别演了啊。哦，我看看。啊，擦伤啊，正常。以前我玩摩托经常擦伤。还得意了是吧？你这是在玩命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不没事吗？那算你命大。那叫什么俊哥的，给你的劳务费。还给我美元，够洋气的。之前说好的时候怎么给这么点儿？他说你的技术退步了，干不了这行，这钱就算给你养病的了。我命都快搭进去了，给我10000块钱打个叫花子呢？不然呢？柳青阳，你真的以为如果你挂了，会有人管你吗？我有劳务合同。别提你的劳务合同了，我看过了，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。而且，人身意外险的受益人根本就不是你，而是他。你被骗了，大傻子。这孙子我……行了，你躺下吧。你再出点什么事，我可不管你啊。不管我，还在窗前守着我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关心。你也别自作多情了。你现在知道你自己有多蠢了吧？啊！就是很想赚钱是吧？哎，赚钱是我的事儿啊，别说要借钱给我，我不接触这类人。我才不想可怜你呢，就是有个赚钱的机会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从你的眼神里解读出来你对我有企图，绝对的。跟你说，我可是正经人啊。你最好正经一点，刘青阳。我想让你去帮我找一个人。你让我去找人？你那么大的本事，你找谁找不到？我又不是侦探。行了，这钱我不赚了，甭找我啊。这个人只能你去找。回来了，他答应了，真的。一凡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能做的我都做了，至于后面的事情，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知道，只要他能答应，我会想办法让他点头的，因为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对于你来说，胜负是不是比什么都重要？是。受委屈了，我这样也没办法进去看你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把咱们的账还上。
你看，哎，兄弟，回来了就好，兄弟。来，让我看看，你少什么零件没有？腿没折呀？我还能喘气儿呢。肋骨没折几根？你盼我点好，行不行？我天天烧着高香盼你老人家好呢，行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屁股疼。你把骨折了吗？我妈手术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阿姨手术特别的成功，只等恢复健康了啊。你呢？怎么样啊？这疼吗？不疼。这疼吗？不疼。这呢？干嘛呀你？这里呢？啊！你戳我干嘛？戳的就是你，你还知道疼啊？啊！你挂彩都算轻的了，人陈一凡都跟我说了，没死算你小子命大。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干嘛告诉他我在哪儿？